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啦。伟人吧，以后的人会叫他伟人吧，因为他改变了世界嘛。对他印象是啊，讲一堆很多道理哦。We get used to be rejected. 有时候读书不好反而容易创业。Do not study successful stories. In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, normally.今年三月才浩浩荡荡来马的大富豪马云，一劈头就是盛赞我国政府。Malaysia is very business friendly. It's very efficient. It's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I thought. 当时候的场面可浩大了，包括政府高官、商界巨头，还有媒体都大阵仗的出动迎接他，每个人都抢着跟马云做阿邦阿队，争着做他的好朋友。可是我们开个脑洞题吧，如果说马云真的是你的好朋友的话。我发大了咯，那时候啊，他一点生意给我，你发大了咯。那当然好啊，现在网络购物是一个，也算是一个趋势吧，说啥可以跟他取经，关于更多这一方面的东西。马云会只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去捕鱼，而不是给你钱。成功人士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他是直接教你怎么赚钱的。马云带领阿里巴巴集团的精英直接来到马来西亚，开创中国以外的首个数字自由贸易区，这是连首相纳吉也要连声感谢的。 Malaysia is the place to do business and thank you Jack, you have give us a very strong endorsement. We can't get a better endorsement than Jack Ma personally.不但如此，今年年初刚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本是要和中国对着干的嘛，可是当着马云的面，他也只有满满的称赞呐。We had a great meeting and a great, great entrepreneur,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, and he loves this country and he loves China. I do.政商名人、影视明星都抢着和马云握手搭肩，要加入他的朋友圈。只不过生意最后谈不谈得成，还要看马云他是讲肩还是讲心呐。